等年种小麦，这夏天呢种水稻，天干都是他们大渠上抽水，靠大渠抽水嘛。天气雨很少，去年种的苞谷我讲不说嘛，一路是小坡，但是没有下多的雨，苞谷的有的干死了，有的还有一点儿，都是。这麦种上之后下过雨吗？麦上都没下过雨，都下了会儿小雨，都没啥。你说这都踩多沉，这都不行，一踩个脚窝。能浇地吗？浇不能浇，没得水啊，没得水都是都靠他自己下哈下哈等雨啊，只有等了。你看领导说，等岗上有大渠，不打打基金不掉打这边，打西的岗上。啊，年轻时候那时候下雨多。也都最近几年，那都不行，不是干淹的回事少了。这才朝前倒退个十来年儿淹过，除此以外是一直在干。这农民们都是吃老天爷一碗饭，上边老天爷他不下雨谁也没门儿。年轻做打工了，都是在劳动任务的。你劳不劳能？住噻，还能住这儿？干打雷不下雨，搁这儿说。够上。小二，那你这落不到多的钱？这不是前几年玩们打工都打了工，那原来那几个钱儿，这叫房子盖。我们这地是那是种苞谷，苞谷不是没得那多地啊，捡我们一个亲戚们地，亲戚们种小麦，他上去种小麦，我们秋季种点苞谷，隔一点儿说有个六七十亩地儿。这都没有卖，为啥还不卖？你不压一点儿，你这村上马上卖投入，你这小麦完了下来投入地做事都没花费的，不下雨，将将就还捡一点儿。那你种这么多地，然后就一年能落多少钱？那就是万把块钱嘛。40块。要是风调雨顺了还可以，搞个两万块钱。不风调雨顺就是万把块钱，落个万把块钱。狗子。那啥呢？我是类风湿带心脏病，我儿子也是类风湿，到那儿都没起床，天天一天带那样的，整个晚我都累的，我也是歇起歇着上会课。没门儿，我确实说的是实话，一点瞎话都没有说。我们娘俩一年个吃药都得个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呀。一个月？嗯，你看我从哪来的钱？一个月我们娘俩1000多块钱的药。报完之后？哪有报的呀？我们这买的药没得报的呀。我不是在他们娘俩的吃水果掉干了，逢年过节走亲赶礼的可都没得了。那有没有补助啊？没得，啥没得。我说不是说我们那可怜死了，可怜低保没得低保，啥也没啥。都是你老板一个人干啊？都是他也干做啊。我到底的都是钱孩，我确实做不了，我都不提，我提我都赔我。眼儿掉。他是瞎猫，这个死了这是软呗。哎，确实太烂了，完了，我就说。这你说你这个人不乐观上了，妈也都不行，为啥嘞？
这个邻居们搁这欢乐上，完了来个打个牌儿就闲了。别的咋弄？你说，你愁愁死也不行呐。你说我儿子那个劲儿，我咋不愁上了？愁上我有解决啥办法了？这也是为啥不能解决了？我一家两个雷锋师，为啥不能解决了？两个他妈低保啥都沾不上。我不是，哎呀，我不是说了，真的，你不知道，我找真的可真的也高不过高啊。我看到他就说我，你没有车有房不行。你说这个见不到钱，你这个农民还是要种，不种点高，打工没人要你了。你还是要慢点种点地，讲究的叫这个穷日子慢点掏钱，这个多啊。